这个冬至刚过啊，今天啊，我来到海之源小区，这个南门外啊，这里有两个超市，一个是佳洁悦超市，一个是克林超市啊，搞点小采购吧。这边喇叭上还做着广告呢，什么9.9一斤呀，多少钱一斤的？我去哪个超市呢？两个超市，去这个佳洁悦吧。进来看看吧，有什么可买的？现在也不用扫描了，直接进就是了。大白菜，砂糖橘6.98块，看看蔬菜吧，青尖椒2.49块，挺新鲜。粉柿子2.99块，3.9块一斤。西红柿，这边什么蒜苔6.99块，油菜3.99块，芹菜9.9块，这边呢坝上甘蓝也是9.9块，大蒜2.99块，3.9块一斤，这个便宜的大蒜。姜呢，新大蒜3.49块，红萝卜、青萝卜9.9块，白萝卜1.29块，胡萝卜1.49块，都不是很贵啊。新土豆1.69块，这边是卖鸡腿的，冻鸡小腿8.99块，鸡排22.98块。再买点什么呢？先买点馒头吧啊。这种大花卷1.40块一个。这个呢，蛋香喜饼7.98块，500克。大喜饼2.5块一个。吃哪个大喜饼？这个大喜饼2.5块一个，10块钱。买几个花卷，选了一些花卷和喜饼。看这边的后手肉16.98块，带膘脊肉18.98块，带皮五花肉23，精选后肘，这肉不错呀，18.98块。猪血豆腐4.98块，小腰排29.98块，这个排啊，前排是19.98块。看这边的鱼怎么卖？新鲜金鲳鱼17.98块，鲈鱼17，带鱼14，大虾呢28.98块。这叫什么鱼啊？3.99块，白鲢鱼最便宜的鱼啊。看是蛮新鲜的，眼这个鱼眼睛是黑的，就是新鲜鱼。这卖饺子的8.8块一袋，韭菜鸡蛋，买点肉吧。那看这里的面也不贵啊，10斤，5公斤，22.9块。这也有贵一点的，36、32、26，不同品种。这米39，东北大米，这个是多少呢？也是10斤的。这脆皮柿子是3.98块，红富士苹果4.98块，然后其他的雪梨贵一点，6.99块，西瓜3.98块，这小西瓜。这个花牛苹果就贵了，6.98块，这种苹果。
那这圣女果是5.99块，海南千禧小红柿子，红宝石葡萄是6.98块，草莓11.9块。哦，这么小袋就几个，一盒。龙眼儿，龙眼儿是1斤，9.98块。龙眼，这个是按盒的。这是按盒的。盒卖的。15块。嗯，就必须不是。买了一些香肠啊，这个馒头啊，火腿啊，什么肉啊，1块150多块钱。啊，出了家乐悦超市啊，咱们再到西林的科林超市再看看啊。现在已经是下午，应该是4:30了吧，快5点了。天啊，太阳已经落山了啊。这门口写的是科林超市优惠活动进行中，欢迎光临。咱瞅一瞅有什么可优惠的呀？看看。啊，这个超市要大一点，转转。买点什么菜呢？这边芹菜9.99，大葱1.99块，香菜1.19块。哎，香菜真够便宜。嗯，还有什么生菜3.99块。嗯，蒜苗3.49块，菠菜是3.49块。这个尖椒1.49块，哎，真够便宜的，买点尖椒。嗯，还有娃娃菜6.1块，还有黄瓜。嗯，黄瓜，这边是南瓜，白萝卜1.19块，红南瓜2.99块，南瓜贝贝3.99块，土豆1.99块，还有角瓜3.49块。角瓜就是咱们吃的这个菜瓜，或者叫做什么，叫什么我也叫不上来了。茄子2.67块，芸豆7.99块贵点，胡萝卜1.99块。还有藕，藕是3.99块。看这里叫棕碴子渣子3.3块一斤，这叫是可能是苞米碴子，可能是熬稀饭可以，3.3块。小米呢？大黄米5.7块一斤，小薏米8.8块，小米面8.49块。稻花香大米2.39块。哎呀，这大米咋现在这么便宜的？燕麦片3.99块，燕麦米3.8块，就是燕麦啊。苞米怎么卖呢？3.3块也是。哎，这个辣椒搞活动，咱就多买点啊。这人也是陆续往里进啊。又买点馒头，这馒头1块钱一个，比较实惠的。现在是内地啊，到处都传来一个城市一个城市10%多少的羊啊，咱们银川这边还没有大规模爆发，可能有个别有啊，都是从内地来的以后呢是感染的，可能都被封堵在家了啊。据说我们小区啊已经有5个了，但是都在家里，物业给他们送菜啊。我今天到这个超市来买东西呢，其实也冒一定的风险，我不买也不行啊，啊，大家生活很正常，是送货的车，啊，现在公交车啊，206，从我这个车旁是呼啸而过呀，也不知道车上有坐了多少乘客啊。这是滨海新区玉兰湾休闲公园啊，建设工地。正好对面是这个银泰海景花园啊，这块都被圈起来了，建设的工地嘛啊。檀香荔湾前面的这些房子啊也拆了一部分了已经，都是在发生着可喜的变化。这个昨天下的雪啊，今天在公路上已经没有了，路边还有点积雪，有点残迹吧啊。转过来莲花山路啊，很短的一节路，
就从海边到山跟前啊，休闲胜地，养生福地，天下第一滩。这个在我们小区啊门口还有两辆大巴，都是发往北京或者上海的啊，这个叫金剑旅行吧，大巴。爬长龙山啊，就从这条路走到跟前啊，再往西走那么十来米啊，就有一个进山的口啊。这进小区，檀香荔湾啊，都认识我，我的车一来就开了门了。哎，小区里面的路啊，这个雪还是比较多的，没化完啊，这里比较阴一些啊。可以看看啊，现在有多少辆车吧？车真不多了啊，这一道车真是不多了。这边有两三辆，那边有一辆。就这边啊，这是背阴，所以说这个雪没化。这边还有三辆车啊。这是直通的啊，苍龙山。